順利到九連埋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十場二班次四一開閘嘅時候咧，飲食世界響後邊先啦。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埋邊位置新希望啦，咁啊數出去咧，仲有光輝出擊啦，同埋呢個川河猛驅咧十倍嘅馬喺前面噶啦。跟住個內外邊啊，仲有呢只咧就美麗之星啦，中間就風花雪月啦，內欄位置就黑衫戴面箍啊，靚到爆啦，中間灰馬綠色衫就好易揾啊。飲食世界上翻啲喺尾五噶，咁啊響內欄仲有福到多多啊，咁啊再後邊嘅馬咧，仲有呢只順利多啦，威武福星啦，尾依誰可拼包咗落尾咧就係嗰只真慷慨嚟噶。好啦，轉香港太遠彎啦，前面光輝出擊帶頭啦，跟住第二位美麗之星啊，內欄第三咧貼咗欄第三添啊，十倍呢只專河猛驅啊，第四位。位嘅馬內欄有新希望拍住佢風花雪月啊！再後邊灰馬咧，仲有好易揾啦。咁啊，出邊位置咧，仲有飲食世界啊！內欄就靚到爆，福到威威啊，褪緊啲啦。再外邊仲有順利多後啲嘅馬咧，先有威武福星嗰啲馬入正最後直路啦。前面鬥出嘅馬仲係光輝出擊美麗之星啊！咁啊，埋邊川河猛驅有冇位啊？咁啊，見到外邊飲食世界同埋中檔好易揾上緊嚟，中間風花雪月亦都打衝鋒啊！最後百零米風花雪月立佢兩眼僵直啲，騎內接嚟咗。个几身位好易揾第二位，外边位置在饮食世界大外档顺利档，最后一百米风花雪月之然系接尖一个身位赢紧噶啦，第二名好易揾啊，第三名饮食世界顺利都要影相啊，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呢只风花雪月咧一路跟守个相当主动嘅位置，冇马走，亦都系占咗一大嘅优势，好易揾都追上嚟第二，第三啊近饮食世界顺利多啊，风花雪月睇下。陳飛龍驚啊！終於都係，第二就係好易揾，第三啊睇下大熱門保唔保得住啦！飲食世界難講啊，真係唔知啊。算，好似係頂得住，頂得住，頂得住。三大熱門，但係條 Q 扭歪咗一搭十一咧，有十一倍嘅。我諗住同你哋串四連玩，跑第五啊！國能啊，中三元啊，犀利啊！呢度六點三倍啊！三面啦，郭能。嗯。仲有一隻喺後邊喎，不過嗰只係冷啲嘅啦。迎風進區啊，喺尾場。係啊。正正路路啦，咁啊第四名嗰只咧就喺外地跑啲好長嘅路程啦，亦都好有質素嘅贏馬。睇嚟好過只馬利多喎嚇，即係順利多馬利多。同埋贏。佢都攞位好順咯，喺外邊咁，反而喺佢隔離咧又拍住嗰只威武福星啊！哇，又要捐落個窿度啊！走嚟，其實裏邊都已經逼㗎啦，佢又捐咗入去裏邊，好慘。裏邊都你見到塞幾隻㗎？你早段你見到川河猛驅啦，冇出過啦，咁裏邊跟住即係雖然話佢福到威威都應該追唔到，不過佢都係冇位嘅，其實老都。我諗住可以同你哋串下呢三隻大熱門啊！而家變咗好熱啦，即係個單鐵啊48蚊，四連環就。而家順利多四十幾倍，咁你好似講幾倍賺好遠。係喎，但係條 Q 又唔係好熱啊，有十一倍啊，扭扭尾啊，係啊。而家都好得意咧，有時即係好極端啊！一係就熱得好誇張，一係咧原來出奇地好。因為佢係幾隻熱門之中最冇飛嗰只啊，風花雪月就係話冇人個賠率差咁遠咯，同只飲食世界馬又靚仔喺呢度。咩如果重磅都唔算頂榜，有一二百啫嘛，真係呢只馬真係好犀利，一二百啫嘛。睇下尾場大魔嗰只首席大熱門，可唔可以幫佢起個孖啦？呢兩隻都係似樣嘅，贏三場。睇下六檔，六檔起步，七檔起步啊慢咗啲嘅，佢多數都慢嘅嗰啲飲食世界起步。嗯。都見佢拍波好積極，跟翻前啲啦，唔好咁輸蝕啦。早段啊，光輝出擊喺外邊殺埋嚟，嗰只洛菲啊，平嗰只馬都揾咗輪位喎，見到。川河猛驅啊，依家就壓咗個黃金包雙位，後邊啊新希望，隔離就係頭馬風花雪月啦。睇先，哇！而家走四碟噶，見到嗰只順利多好蝕位噶。恃住自己大長途馬唔怕蝕啊，可能。係係係啊，即係氣量夠。即係跑千四，我跑過千五。係啊。啊！真係啊！咁啊，飲食世界埋一欄嘅，啊埋喺前邊，而家喺開邊嚇。飲食世界三碟啦，三碟嗰只威武福星，三碟嘅三碟嗰只嚇，埋俾一隻福到威威嚟嘅。好易揾，沿途跟個位都好靚嘅，二碟有遮擋，亦都跟得好順啊。
咁啊，拍保啊，沿途都跟隨嘅，轉彎直落嗰下都諗住想封死佢嘅，咁啊，但係又封佢唔到，咁啊，拉斯都唔夠佢衝添啊！我而家見到啦，衝順咗啦，嗰只順利多喺外邊，中間威武福星撞穩緊位，哎呀，不過福到威威啊，仲慘。好騎過㗎，又係。跟住其實佢哋咧係俾嗰只美麗之星搞我㗎，因為福到威威今季好多好多場有呢啲咁嘅鏡頭。係啊，因為只美麗之星唔多啊，變咗嗰只喺佢後邊嘅村河猛區又搞到咁。我睇下個分段時間啦，頭段13秒56，第二段22秒16，第三段23秒94，慢步速嚟嘅喎，末段就22秒74，總時間1分22秒4啊，總時間就慢於標準時間3時半。